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sa League 咪咪世纪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没有玩游戏，我们要玩一下那个以前的 Windows 系统。那个大家知道最早的 Windows 系统是什么吗？答案就是 Windows 1.0， 是不是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过？对啊，然后 Windows 1.0 之前是那种打指令的方法，然后我们要玩以前系统就是用模拟器去玩，用这个模拟器。然后我们今天除了 Windows 1.0 之外，我们还要玩 Windows 3.0 和 95， 这三个系统都是比我还老的，好神奇啊。那可能 3.0 或95可能很有些人已经玩过了，可是我很少碰到啦。虽然那个之前有玩一下，然后如果不知道的人就对啊，就看一下吧。然后我们先看 Windows 1.0，你看画面就是这样，开机根本超快的嘛。然后对这个非常界面非常的阳春啊，然后这边有一大堆档案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不能开，那我们先开一下这个。这个应该就是范例的 txt， 然后好像关掉是按住然后再放开那个值的 close， 然后放开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about， 你看 1.01， 然后1985年的，哇塞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管他的，这应该是计算机，对啊。以前计算机好酷哦。然后倒退，居然不能按那个 backspace， 所以要怎么重来啊？只要按 C 哦。然后反正这就是一般的计算机啦，超酷的。然后是它现在已经有多功了，就是可以这样拉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不管它。这就很像，真的很像有这种 Windows 感觉了，就是那种视窗，是应该可以看很多视窗了。开时钟，这个时钟也是走紧急风啊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居然可以这样，原来是按两下，还真是，怎么回事？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再随便点吧。这就是打指令呢，可是我不会打，应该按 EXIT 怎么样？不鸟我啦，算了，真的是不太会用，这应该小画家。这样随便乱晃，超酷的。这是什么？然后可以存起来吧 ？C， 就随便乱打，存起来啊？什么？到底没有存吗？这样子，算了，不管他。宕机了，重开。反正重开超快的嘛，根本不到五秒钟就可以重开啊，不像现在的。Notepad， 这就是随便打档案。Hello。好无聊哦，关掉。还有什么呢？我们再随便开一些东西好了。这个是，不能跑烦欸，问题很多欸。然后我分配给他的 range 只有4MB，我还觉得会不会太多？为什么？这个。
这应该是格式化的。算了，这我不会。这随便。什么是 write 啊？不知道。应该大概就是这样啦。Do this. 可以弄一个备忘录。这边有，可以列印欸，好酷哦，可以列印。原来我以前就可以列印了，不过身旁没有影印机啦，我蛮想要做，蛮想要搞搞看的。应该就这样了。这个是行事历吧？对啊。所以玩完了这个简洁到一个极致的系统之后，我们来玩 3.1 好了。关掉，关掉。那我们关掉，我们来玩 3.1 吧。打 3.1 好像要按打，好了，应该就这样吧。哇，也是紧急啊。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好多东西哦。外墙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录东西哦。不管它。然后这边是，这边也是写字啊，跟之前的一样。关掉。然后这个是 couch file。我看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计算机？有比较好看的吗？还是简洁啊？然后也没有。不按 backspace 有效。这边有 back 了。对，所以计算机比较进步了。然后时钟，时钟变这样，电子式的。变这样了，好酷、它这边有一个 switch to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那个啦，切换的那个了解。所以 3.1 的那个 Windows 3.1 已经可以这样，就四窗随便乱动了，不像之前 1.1 好像只能分上下还是什么的，应该比较好。这是。这应该是终端机吧，如果我记得的话。Media Player， 应该是没有装置，所以不能放音乐。不能放，关掉。这是什么 Character？ 真好多字哦，不好玩。那应该就这样了，其他就不管它了，关掉。Games， 一个是接龙吧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踩地的，那踩地也好了，踩地就跟那个 XP 版的很像啊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不过我不太会玩踩地雷啊。这个下是什么？可以跑到下面来，好酷哦，就变桌面的图标了吗？那关掉就关掉。那这个上，什么啊？是结合在一起吗？什么啊？而且那个按两下就可以直接关掉了，不用麻烦。Startup 没有东西 ，Applications 怎么那么少啊？吓到，怎么变这样？回去要怎么回去啊？你是按这样吗？完蛋了，不行！我按 Ctrl Auto Delete。蓝屏死机了。为什么一个 Windows 3.1 也会让我吓到？刚什么声音啊？又来了。走啊，离开了。回家了。随便拿。
我回不去了。F6 了，不行啊，烦嘞、欸。哦，回来了。哦，这个按过了。那三点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会有黑黑的东西啊？不管它，这个 main 是 file manager 档案总管。哦，以前档案总管长这样，一下就是 Windows。随便看，没事，不要乱动里面的东西。怎么关掉？关不掉。先按这边关掉吧。对啊 ，Control Panel， 这个是哦，设定一些东西啊。哦，啊，我来弄其他东西。嗯，哎，这不错。哦 ，Fonts 字体，可以，嗯，反正就字体而已。嗯，关掉。还有。这是孔，可以上网吗？啊，算了，好像也没有网络浏览器。Mouse 这个滑鼠 ，Desktop， 哦，好多，可以选桌布哎，我都不知道它可以选桌布。这样哦，感觉不错哎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哼。我看还有什么东西 ，Screen Saver， 所以三点已经有荧幕保护程式了。From Windows Test， 哇，超酷的啦！那这个呢 ？Windows 三点一哦，这个是哦星星。那这边是什么？哦、算了。这个开，好复杂哦，算了，我把它关掉。然后 keyboard 就是键盘，哎，可以上网，哎，我不行上网。这个时间，声音不能开，因为没有装音效卡吧？还是什么的？这是什么？好复杂 ，drivers， 这应该就装的东西，我不管它。对了，之前那个 Windows 3.1 是不是开机的时候都有一个，就是一个画面，然后一个开机声就那个噔噔的那种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了，很奇怪哦。不然有那个声音和画面的话，应该可以。那个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。Display VGA 的，这个，算了，不要乱搞，就可以，可以换解析度啊，可以这样换吗？看来是不行。应该差不多就这样吧。对啊，那我们。继续来玩95吧。95的 Windows 95应该比较多人知道吧，应该是吧。那我们就玩一下 Windows 95吧。好酷啊这个。Starting Windows 95 Plus， 我是装 Plus 版的。快开啦。这是声音，这是他的开机声音。这背景好酷哦，他根本就是为我设计的嘛。没有啦，但是我之后自己搞的。刚那个声音应该是也是可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啦，就是比较熟悉的吧。然后这个我的电脑其实它就比较像是近期的，就是 Windows 7 那些的。为什么那么lag啊？它就比较像近期的系统，就是有开始了，然后也有这些东西了，就是感觉还不错了。这不是，那我们先看
这边有内容吧？对，他那个周末自己搞的，这边也有人物保护程式，然后哦，什么？太慢了，不想看。嗯，哦，好酷哦，哦，怎么有点诡异啊？嗯，又是，好像开不了。Windows 95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哎。嗯，点到，怎么有点那种 3D 方块的感觉啊？这是什么呢？虽然我还是有点懒看着它跑慢了，不过有点想要看它拼出什么东西来。就是意大利 settings 吗？不会吧？啊，我想睡觉，好慢哦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当前的那个，就你现在的状态，所以就 setting 这个，好酷哦，有点想要搬来 Win7 用。Blank screen 就是空白的，这个 alone 还有什么呢？好好玩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三角形，然后。还有什么呢？那 Find Windows 就这个。欸 ，Inside your computer。哎呦，又吓到我。这个，删就没东西。哦，刚这是什么？真无聊。Travel Windows 就好啦。那这个是，这也是可以改其他东西的。保持原始好了。这个对啊，这个 plus 应该就是，plus 版加的东西吧。我也不想看。它没有32色哦，可能是因为又没有装那个什么显示卡的关系吧。你看它解析度就只有640×480，应该可以更好的，1.24×768，好复杂哦。不过现在就不行了，所以那个现在的色泽就是比较一般啦。你看这个桌布，感觉就是那种很 low 的感觉啊。然后 programs 东西好少，然后为什么每一版都要开一下计算机啊？这个计算机也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的，不过都是计算机啦。然后 startup 没东西，再看一下里面的，有 games 哎，比较多了，有 free sale 是什么？算了，应该也是扑克牌类的。还有吗？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，就那个 XP 有的那个，那个叫弹珠台，好大声哦！小声点，超酷的啦，好怀念哦！现在 Win7 都没有这个，为什么？搞不懂，会有点累的就是。哦，为什么声音是这样啊？为什么是声音是这样的？而且它颜色也是真的是很烂。算了，算了，我不想玩太久了，就这样关掉。好钝哦，关掉了，关掉了。然后这个是还有什么呢？
游戏彩电应该都一样，所以这个彩电根本就是从 Win3.1 到 Windows XP 都没有变，之后才有一些变动。游戏的地方应该就不用再多介绍。Paint 小画家有没有变？哦，他的音效，这应该是斗士。然后为什么 Network 可以上网吗？可以吗？我都乱按呢，可以吗？可以上网吗？可以吗？快点快点，可不可以啊？没事，我懒得等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就 Internet， 这到底能不能上网？不行，要装 CD， 算了，好啦，烦死。然后这边是时间，这边也跟 XP 很像啊。那 Document Settings 呢有什么？电量的，然后 Multimedia， 不管它。然后这个哨子有很多音效吧，放着看。哼，就是错误的那个。很烂欸，噔噔，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它那个这个声音就是 Windows 95的关机声。咚 ，Question， 噔，我就知道是 Windows。蛮好听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灯烦死了，然后关掉。应该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呢 ？Discount Sales， 所以它这边有好多主题啊！它连这个图标都会变了，我们来改一下好了。对，改。字变好大，然后连这边字体都变了，其实它自定性蛮高的。图标根本没有变啊！喂，你骗人！哟，刚刚什么声音啊？失踪声啊！天哪！还真好玩哦，好赞哦！这个是就是刚弄的 Windows 95。High Color， 我还是很烂。还有什么？这是爆吗？这个 Inside Your Computer， 然后我们这边都改好了，全给它改掉，试试看。All settings， 超酷的啦，这样就有了，真是怎么办 ？Windows 95真的好玩吗？Travel。我们弄这个是最后一个，这比较一般啦。我看还有什么其他设定啊，不然应该差不多了。Printers 这个，然后 Taskbar 就那个，还有什么吗？好像没有齁。这个对了，好像都差不多了。那我觉得 Windows 95应该就在这边结束了。拜拜，关掉。
哦，连这都变了，连那个之前的当当都不见了。我们还是那个弄成当当的好了。会不会连开机声都改变了？可能会哦。他重开机超快的。哦，什么鬼啊！我回来啦，超恶搞的。根本就是，来弄回来，弄回来。哎，不是，你要换成本来的 default。对，哎呀，守护不见了，然后就关掉吧。噔噔，哼，这声音真好玩。然后是关机画面，哇，它关的也超快的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次的介绍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？那我们下一次的实况再见吧。那拜拜。